受委屈了。若不是为了娘，为了这沈家。老大不好了，老大，老大不好了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姑爷逃婚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快点，再快点，把刀缩回去，坐稳，我会快到超乎你想象。将，将，咦，兄弟兄弟，你这弄脏我马车费用怎么算呀？我这已经给你够多的了。就你给我那50两银子，我帮你跑路还得罪了沈阎王，后果很严重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不是敬你是条汉子，你给我100两我都不会接这单。请你马车费用5两。这为小人与女子难养你。哎，你，哎，5两啊，5两啊！我说过，你跑不了。沈小姐，我跟你回去，我答应做沈家赘婿，请你别打我行吗？晚了。沈小姐，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我的5两。说。沈爷，沈捕头你好。你想怎么死啊？哎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！逃婚的是那小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帮他，他能逃出城吗？那你们不逼他入赘，他能逃吗？他逃婚，正合我意。那我岂不是帮了你大忙？我娘因此被气晕，你说怎么办？那找大夫呀。不如你跟我回去，你比他有骨气，长得也顺眼，体格也还算健壮。我不。好吧，我去。别摔我，有话好说。沈捕头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拿刀指人不礼貌。陆小白。到到到。年方20，家住信州城西垂柳巷，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正当职业，视钱财如命，奸猾似鬼，吃喝嫖赌样样精通。我可有遗漏？沈捕头，你遗落最重要的两个点，就是人畜无害，童叟无欺。识字吗？卖身契，文小白甘愿卖身沈府，为期半年，以此为据，这岂有此理？沈君夜，你阴我！白纸黑字，你还能抵赖不成？你当我天朝王法是纸糊的吗？我要告你，你是非法拘禁，逼良为奴。去信州府衙告我。对，知府大人是我姑父。沈捕头，你说你大人有大量，何苦为难我这种小民呢？就把我当个屁，厉声放吧。
半年而已，眨眨眼就过去了。这不也没过去吗？陆小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们沈府的一名次等家丁。快点！我这不是干着呢吗？嗯，大人，这条路记得没那么长，并肩走着谁都没话讲，沉默是最揪心的悲伤。大人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君夜，啊，听说你，不要太难过。我不难过。真的吗？我沈君夜喜欢的男人，一定要有担当，有勇气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那种怂包，恨不得一脚踹死。江大人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思考。这是刑部发来的海捕文书。看，狂匪周彪在江南道各州犯下多起劫财杀人案。月黑风高夜，这次我一定能逃出沈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罢了，回去睡觉吧。过来。沈捕头晚上好。沈捕头辛苦了，这么晚了还在工作，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啊。你想逃啊？我发誓绝无此事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干什么？随便看看，说不定能帮上你。周彪杀人劫财，手段残忍，通令各州府严加追捕。你笑什么？这周彪就藏在信州城内，你们居然毫无察觉。你怎么知道？作案地点分析啊。泰州、洪州、通县、玉阳，还有剩下的几个地点，连起来像什么？原。中心点在哪？是我们信州。没错，根据我多年的藏聚地点，方圆扩散，四处打家劫舍，这是很多贼人的作案规律。你确定周彪藏身信州？不确定，但是有极大的可能。这幅画上的周彪也不一定是真的，胡子、眉毛还有脸上的痣都可以作假。你可以酌情删减，然后再多画几幅，兴许就有周彪的真实面貌。说的似乎头头是道啊，不过是胡乱猜测吧。无所谓啊，反正又不是我的事。陆小白，你敢消遣我？开玩笑，谁敢消遣你沈阎王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！不！啊！啊！
沈君夜，我陆小白与你不共戴天。省点力，小心伤了元气。九叔，你可终于来了，快救救我吧。小白啊。九叔。我救不了你，滚！我这些年帮你办了多少案，给你提供了多少情报？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差点死在暗探行动中，你就这么对我？先等会儿，沈君月似乎对我的事情好像了如指掌，是不是你透露给他的？啊？啊？是啊。你，哎，放心，你呢？还是童子鸡这件事，我没跟他说过。沈九，你这个老王八蛋！衙门查案需要人手，你们都跟我走。是。是你留下。为什么？小姐吩咐过，绝对不能让你离开沈府半步。你确定要放弃一个查案高手？嗯，留下就留下。嗯，好的。嗯嗯嗯，走。嗯，下一个快点。等一下。走。等一下。走。哎，你。走。等一下，好，走，走，哎，等一下，走吧，等一下，把头抬起来，走吧，站住。把头抬起来。把头抬起来。一个人都没有，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周彪，束手就擒吧。就凭你？没错。我周彪纵横江湖十数年，还从未杀过女捕。今天。一个，那就试试吧。哎，自由的感觉真好。沈君夜。彪马，
你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啊？你倒是抬起来啊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哎！你别讲话，我不想听你夸我。我是说，你的武功真的很烂，不过非常勇敢，是个男人。我谢谢你，和你奋不顾身救人相比，微不足道。你让我发自内心的钦佩。洛。君夜，君夜，你没事吧？小白，周彪尸体在里面，你们处理吧。是，好。就说怎么是你啊？不是我还能是谁呀？哎，哎呀，哎呀！我睡了多久？哎，一天一夜。哎，不对啊，我怎么又被抓回来了？哎，抓这个词儿呢，用的不太准确，应该是抱抱。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。能屈能伸，不拘小节。明晚望江楼是庆功宴，早点到。哎，可不可以不去啊？嗯。我陆小白言出必行，说不去就不去。饿了来这儿吃饭，应该不算违背承诺吧？这个好吃啊！来来来，陆兄，阁下是？在下江守臣，天为信州法曹。哦，你就是沈君月的上司，可以这么说吧？太好了。陆兄为何如此激动？周彪伏啊，周彪伏法，功劳是不是也算我的？那当然了，陆兄功不可没。那理所应当，衙门是不是该给点儿？陆兄想要多少赏银啊？其实呢，我要的也不多，我呢就是特别想要一个字。什么字？君夜，江大人，九叔他们已经上楼了。啊，陆兄，啊，快快入席吧。啊，好。哈哈，江大人，来来来来来，请请请请请。啊，坐。哎呀。这人都齐了，小二上菜。嗯，收起那点小心思，中午才能给。
白，君燕跟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他说他想要，我没给他。九叔，没事没事没事吧？茶太烫了。哎，菜来了，哎，客官请。他好像中毒了，起开。死了。你们俩守住望江楼前后门，不许任何人出入。是。袁掌柜，有人在你的菜里下了剧毒，想要毒死我，结果毒死了你家小二。哎呦，信不妥呀，这袁某完全不知情啊。我们不知道啊。哎，君夜，老袁这个人呢还是很了解的。谢谢舅哥。对对对，估计啊你打他一顿就什么都说了。舅哥舅哥，师傅的我是冤枉的呀，冤枉的呀。有没有冤枉一问便知。菜是你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是。为什么下毒？我没下毒，没下毒，没下毒啊！叔，我没下毒呀，我。是呀。哎呀，君夜，这个小袁呐，我更了解。是不得，是不得，是不得呀！是不得，是不得，我们跟各位大人无怨无仇的，怎么能下毒呢？这是吧？对。能接触到菜品，只有你和那小二。难不成他还自己给自己下毒吗？这也有可能是有人偷偷潜入厨房再去下毒。良言呐！哎呦，良言呐！感谢您全家呀，我。大人，我建议彻查望江楼的客人，找出凶手。对，九叔所言极是。哎呀，大家别急，马上就能查清楚了啊！先不慌，马上就把案件查清楚，这位店主待会儿我摆一桌，请各位吃一顿啊！凭什么？马上就好，凭什么？快点出来！闭嘴！各位再等等吧，这些人里面到底谁才是凶手？这是的。干嘛看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。我知道不是你，不是让你帮我把凶手找出来。凭什么？我又不是衙门的人。你看啊，你刚才差一点被毒死了，啊？难道你就不生气、不愤怒吗？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去。陆小白，你想干嘛？帮你找出凶手啊？怎么帮？当然是请景还原。上菜吧。上菜喽，菜来嘞。小二，我的菜怎么这么久了还没上啊？客官您稍等，马上就好。客官您的冷碟。好嘞好嘞。哎，来嘞。来。现在的情形与方才是不是一般无二？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跟刚才啊一模一样。
袁胖子做菜的时候没有外人进出过伙房，期间袁胖子也不曾离开，说明凶手不是在伙房下的毒。嗯，既不在伙房也不在大堂，不然我们想一想，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。不，凶手下毒的地方正是在人多眼杂的大堂里。怎么可能，刚刚你也看见了。陆兄看似胸有成竹，站起来。把手伸出来。你的袖口上为什么会有油渍？我刚才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染上的。你的桌子上只有一盘冷碟，哪来的油渍？我早上在家吃饭的时候染上的。啊，早上吃饭染上的，到现在还没有干。我看你分明就是在小二上菜之前用极快的手法在菜里下了药，导致袖子上沾满污渍。你说我说的对吗？来了，客官，您的菜来了。小二，上菜。哎，好好好，马上就到啊。来了来了啊。啊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客官你慢用。哎，好好好。来了。快！我没有下毒，这油渍兴许是小二上菜时泼洒在我衣袖上。对，就如此。你手臂粗壮，手茧极厚，虎背熊腰，而且头发上还有一粒麦麸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个苦力，而且是货站的苦力。是又怎么样？周彪在信州城的身份正是南东货站的苦力。你和周彪关系不浅吧？我要杀了你！放开我！给你个大嘴巴子，吓死我了。本官看你也不像个恶人，为什么会与周彪为伍？我要病重，是周大哥救济的。周大哥对我是恩重如山，我要杀了你们，给周大哥报仇！别叫了，别叫了。孝义虽可敬，作恶法难容，明白吗？带走。走。放开我！大天杀了戴小二，天杀了九龙，放开我！走。放开我！郭总，陆兄果然慧眼如炬啊，在下叹服。小小发挥而已。大哥，陆老弟，大哥，叫没事没事没事，叫叔，叔，叔什么叔？叫哥。行，那就叫哥。你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。哎，等一下。那个多了咱就不说了，对吧？以后我来吃饭这个饭钱嘛，这个好说，以后呀你就白吃，想怎么吃、好怎么吃，好好好、哎呦，哥哥有点饿了，要不走来。陆小白，从现在起你升为二等家丁，负责管理小姐的练功房。什么二等家丁啊，不还是个打杂的吗？
看什么？没什么。走啊，陪我练练。不练不练不练。不练？不练就让你去打扫茅房。好，我练。先说好，不准打脸啊！疼疼疼疼疼！放手，痛痛，断了断了，真断了！小姐，夫人挑的这件衣服真好看。我能不能不去啊？当然不行，今天三姑百寿宴，听说来了不少青年才俊呢，所以夫人一再叮嘱小姐必须去。这沈阎王力气真大。小姐有看上的呢，那就把你嫁出去。看什么看？回来接着练功。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就是有什么。我看呐，你这是在思春呢。我没有。哎呀，君夜不容易啊，不但要操心衙门里的事，还得操心沈家。哎，那沈家那么大的产业，都是他帮着他娘在维持着。你看她表面上那么刚硬的性格，其实啊，她也只是个女孩子，她也爱美爱漂亮，她也需要有人呵护。她确实很漂亮。还说你不是在思春？滚！哎呦呦，臭小子！说好一起练功，结果自己跑去查案，太欺负人了。我为什么会想到和他一起去练功呢？难道？别偷懒啊！哟，小香香，干嘛？都在那偷看本大爷美貌啊？我呸！小姐，让我来监督你干活。这练功房有什么活好干的？问你个事儿。你家小姐经常跟人比武较量吗？没有啊，你是第一个。我是第一个？真的假的？对啊。豹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陆兄，陆兄。你陆兄快快请起。还有你，你笑。万不得已。万不得已什么？实在抱歉，实在抱歉。这样的我你们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什么？啊，不。哦，哎呀，今天天气不错，确实天气这么阴。
来来来，赶紧披上，别着凉了。谢谢大人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问他。陆兄于破案之道颇有心得，所以我派人将他请过来了。你放屁，请什么请，明明是扛。哎，结果都一样嘛，还望陆兄施以援手。陆小白，你要是找不到线索加法刺。走吧。一个时辰前，路过的老伯发现这名女子尸体，死因是后背被利器所伤，现场没有找到凶器，所以我刚才潜入水底，可惜也一无所获。年约二十，衣衫完整，面容姣好，排除奸杀，身上没有抵抗伤，应该是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。根据我刚才看伤口的深度和形状，凶器应该是一把长约六寸的短刃，因为连续刺入用力不均，导致伤口参差不齐。杀人还要打脸，看来凶手极其仇恨死者。死者的鞋子呢？发现尸体的时候鞋子已经不见了。鞋子应该被凶手拿走了，有没有可能是预谋作案？怎么样，发现什么线索了？还有甘草。根据尸体和现场的情况来看，案发经过应该是这样。如果是蓄谋作案，那凶手不可能带着这些药材。很明显啊，这是一起临时起意凶杀案。娘子，娘子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家娘子可有仇人？我娘子性情温柔，从未与人结怨。那她今日穿的什么鞋呢？一双红色绣花鞋。我娘子的鞋呢？你再仔细看看，她身上还少了什么？耳环。我娘子上个月生辰的时候，我送了一对银色耳环。他每天出门都会带着的。看来是鞋子和耳环让凶手动了杀心。凶手从药铺里面出来之后，一路尾随死者到这儿，然后痛下杀手。所以你们可以去询问一下附近药铺的人，凶手不是买药的人就是药铺的人。哦，对了，凶手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子，你们要小心。案子都清楚了吧？去查。是，跟我走。小心啊。好，陆兄果然思维缜密，智慧过人呐。大家都这么说。陆小白，你谦虚点会死啊。会。你说我帮你破了这么多案，是不是该给我点奖励？
你想要什么奖励？嗯，哎呦，就是吧，最近我这个腰也酸，腿也痛，胳膊也累了，如果呢有个人能帮我按一下就更好了。嗯嗯，那不如来个全身按摩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江守成的皮肤真丑，上面还有一个蝴蝶图案，变态。嗯，我是说今天女尸案的凶手是个变态。嗯，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蝴蝶，蝴蝶，这么熟悉，肯定在哪里见过。小白，你想吓死我？是你自己神神叨叨的才没看见我。好，那我原谅你。哼。等等。嗯。这谁的衣服？是江大人的衣服啊，小姐让我拿去洗的。江大人，我看看图案呢。什么图案？上面的蝴蝶图案。这哪有什么蝴蝶图案呢？我想起来了。哎，陆小白，还我衣服啊。江守成有危险。啊，江大人有什么危险？答案就在这衣服里。你穿它回来的时候，上面有个蝴蝶图案，现在它消失了。消失的蝴蝶图案？对。那和江大人有什么关系？四个月前我在连州城送货的时候，听说了一起离奇命案。昨天晚上咱们连州第一美男陈相狗突然暴毙。不会吧，骗你作甚啊。听说发现尸体的时候浑身是伤痕累累，身上没有一件衣服。那么惨啊，那凶手抓到了吗？没有，不过据陈家人说啊，陈相狗暴毙的前一天衣服上莫名出现了蝴蝶的图案，然后消失了，之后啊陈相狗就暴毙了。啊，莫不是蝴蝶杀人？可不是嘛。荒谬，蝴蝶怎么可能杀人？蝴蝶当然不能杀人了，杀人的是画蝴蝶图案的人。我想他应该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染料，选定目标，然后在目标身上画蝴蝶图案，之后图案会渐渐消失，在目标被杀死之后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个消失的图案，怀疑是蝴蝶杀人。那为什么选中江大人？很简单，连州案的死者是个美男子。那这个江守成也勉强算是吧。嗯？江守成也勉强算是吧。所以这就是凶手选中他的原因。为什么非得是我？你找别人不行？废话，图案是你发现的，不找你找谁？你当然要来了。那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杨幂袋，里面装了热水。从哪儿弄的？你先拿着。家里找的羊皮，找时间缝了一个。我不冷，你自己拿着吧。夜里寒气重，今天你又下了水，被风一吹感冒了怎么办？感冒了是不是要吃药？吃药是不是又得我来买药？啰嗦。
怎么还不出来？干什么呀？陆小白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怎么了？我干什么了？来了。就打完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对江大人下手？哼，前番我入狱正是拜他所赐。我看不止这样吧，之前又是美男子又是迷烟的，而且死者还光着身子，我看你就是想糟蹋江守臣。哼，被你拆穿了。哟，瞧你这小身段小脸蛋的，长得呀可真俊俏。你呀、啊、叫什么名字啊、嗯、你别在这儿恶心我，你这个变态采花贼。女人生花，男人吃果，有时候呀这果子更甜。我原来如此，多亏了你和陆兄，否则江某名节不保啊。不仅是名节，还有性命啊。对对对对，救命之恩江某莫齿难忘。哎呀江大人不必客气。不，此乃大恩，江某一定会好好感谢你和陆兄的。啊，叫什么？凶手说他是因为江大人入的狱，江大人可有印象？江某为官的这几年抓获的犯人不少。哎呀，实在难以分辨。可惜被他逃了。凶手受了伤肯定会躲起来，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样貌发布悬赏令。对，就按陆兄说的那么办。你是不是喜欢江守臣？对啊，江大人温文尔雅，平易近人，我们信州城百姓都喜欢他。我不喜欢。从明天起你必须喜欢，我们俩口味要一致。不可能。我喜欢浪你喜欢吗？我喜欢钱你喜欢吗？
我喜欢辣，你喜欢吗？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吗？你的辣子鸡，我心爱的小辣椒呢？哼，我的灵魂没了，为什么不给我心爱的小辣椒？又是你，嗯，你又要干什么？我还没吃饭，哎，我还没吃饭，陆兄是个人才啊，我已经跟君夜商量过了，将你借调至衙门做我的幕僚。什么？近年来衙门羁押的旧案悬案颇多，还望陆兄不吝指点。沈君也把我卖给你了呗？哎，怎么能叫卖呢？叫借，我会给你报酬的呀。我不答应。难道你嫌俸禄太少？这不是钱的问题。陆兄不是最在意钱？谁说的？我这叫一仆不是二主，一心不能二用。生是沈君夜的人，死是沈君夜的尸体。好，好一个铮铮铁骨陆小白啊！本官受教。那就告辞。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不要太感动。现在你有两个选择。一，帮衙门做事。二，去打扫茅厕。那我就选一。算你识相。哼。陆兄。陆兄，陆兄，醒醒，别睡了，陆兄，陆兄，哎呀，你干嘛呀，陆兄，陆兄的，你是流氓吗？能不能矜持一点，克制一点？那我以后叫你小白，怎么样？随便你。小白，为了报答君夜的救命之恩，我决定和他一同去看日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江大人。我们又可以一起看日出了。对啊，算起来应该是第三次了吧。哦，对。三次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不对，大中午的去寒山，岂不是要在那里过夜？这个姓江的居心叵测。不对不对，过夜奸夫淫妇。你错了。一个未娶一个未嫁，怎么能叫奸夫淫妇呢？一般这种情况来说应该叫两情相悦。我呸，这叫世人共愤，伤风败俗。我哟，你敢这么说吗，老大？我看你。关键时刻还是你阿宝最讲义气。来吧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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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快点快点，左边不对，右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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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。
你好可爱呀、啊！我想摸摸。啊？已经开始了吗？他害羞。还会缩回去，好有意思。你抓住他的头，他就缩不回去了。真的吗？嗯、那我试试看。啊！我抓住了，我抓住了。可是，会不会弄痛他？没关系，他顶住。可我顶不住了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，你们干嘛呢？小白，你也是来看日出的吗？我看个屁的日出！那什么玩意儿？日出啊！日出，水是龟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你们刚才在玩龟，不然呢？小白，你怎么了？爱千刀的曲子名字。我，哎，日出，日出，哎，你不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的有内涵吗？嗯，你呢，就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嗯，年轻人火气盛，没事，我去看他。你们继续。啊，我们继续。哎呀，小白，小白，小白！哎呀，小白！哎呀，你站住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还钱。这谈钱多伤感情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跟君夜处得怎么样？关你屁事！你。现在身在神府，啊，要好好把握住机会，增加跟君夜的感情。你的意思是？嗯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，痛痛痛痛痛！哎呀，痛痛痛！哎呦！就说，原来你用心良苦，对不起，是我一直误会你。嗯，哎呦。加油，加油！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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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九叔以后的幸福就靠你了。什么你的幸福？不是我和君夜的幸福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你看啊，你娶君夜啊，对，我。娶他娘，皆他欢喜。沈君夜他娘？嗯，你喜欢沈夫人？嗯，对啊，我没跟你说过吗？没有啊。啊，没说过呀。哎呀，我呢，故意安排你卖身沈府，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你接近君夜，取得他的信任，然后呢，凑成我和他娘的好事。小白，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啊！吓死这个老色鬼！哎，九叔，你的脸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上山不小心摔了一下。小白，你这个也是摔的，老王八蛋摔倒压到我了。江大人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和九叔先回去吧。君夜，你不回去吗？我想留下来看明天的日出。没事，我陪你看。其实吧，哎，江大人，其实啊。早上寒气特别的重，你看啊，你身子骨弱，容易生病。这样，我陪你看日落，这的日落特别好看。九叔，走走走走走，君夜，君夜，走走走走走。我跟你看什么日落呀？九叔慢走，江大人慢走。听说寒山上的日出很美，你想和我一起去看吗？
我想。那天晚上，你说的话是真心的吗？哪一句啊？你喜欢我。你觉得呢？没错，我是喜欢你。我喜欢你的笑，喜欢你为救人、为破案的勇敢执着，喜欢你的一切，一切。小姐，你回来啦。嗯。哟，小白，你的脸。不要问。哦。他明明是喜欢我的，为什么不肯承认，还打我脸？老大，呸！小白，不好了。尸体是在城西一个偏僻的水井边被发现的。同样是心脏被利器刺穿，鞋子也不见了，基本可以判定和上次河边女尸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。我不是给你们线索了吗？难道还没有找到嫌疑人？根据你提供的线索，这几天阿虎已经带人查访了方圆几十里的所有药铺，没有找到符合特征的嫌疑人。百姓呢？问过了，没有可疑的人。这不可能啊，我相信我的推断。啊，君爷。小白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干嘛？过来。你怎么搞的？这种案子怎么能出现纰漏呢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我放手让你去查案，就是想着能让君夜看到你的能力，让底下的人和百姓幸福。所以，你给我收起你的盛气，摆正心态，认真查案，行不行？别戳我！戳你怎么了？戳你怎么了？你要是再出现纰漏，就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也别说认识我，我丢不起这人。九叔跟你说了什么？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凶手，否则他会再次作案。什么？你的脚在女人当中应该不算小吧？你喜欢小脚女人，去找小脚女人呀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尸体脸上的巴掌印，还有案发现场消失的脚印，让我误以为凶手是个男人，但其实也可以是个大手大脚的女人。再加上消失的鞋子、耳环，让我认定凶手是一个迷恋女人之物的变态。但现在仔细想想，是女人的可能性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羡慕、嫉妒、得不到，当这些情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会使人癫狂，从而杀心顿起，杀人灭尸。真的会这样吗？我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
见过多少女人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我的意思是，就是没有见过这么扭曲、这么变态的。嗯，好了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去查。希望你的推断不会错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抓到凶手，还你一个公道。死者从家里去河边一定会经过这条街，而这条街一共有三家药铺。你们两个去其他两家药铺问问。明白，走。杏仁糖，你们衙门前几天不是有人来问过了吗？先前问的是男人，现在问的是女人。案发当日，你店里可有一位壮硕的女子前来买药？壮硕女子，没印象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她不是寻常女子，身板结实，手很大。她买的药里包含乌药和甘草。乌药和甘草都是寻常药材，根据常用药方混合其他草药，提前包好，给钱给药都在一瞬间，谁记得住啊？那你们店里的伙计都是男的吗？啊，是的。走吧。哎。掌柜的，像你们这种掉落的药材你们怎么处置？自然就丢掉了。丢哪儿了？这杏仁堂啊，是杏仁街上最大的药铺，每段时间他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丢弃药材，凶手手里的药材我猜也是来源于此。没错，这些药材虽然被遗弃，但是有一部分还是可以拿来煎熬，药效不减。哟，你对药理还挺熟悉啊。我娘曾生过重病，药都是我亲手熬的。这里杂乱不堪，垃圾遍地的，而且距离案发已发生两天了，恐怕没什么线索。试试吧。行吧，我陪你一起找。没关系嘛，或许线索在其他两个药铺呢。老大，老大，我们都问过了，没有收获。可恶！不是，你别急啊，弄伤了自己的手。小白。刀痕很新，是最近几天刻上去的。这个位置用刀刻上啊？根据刀痕的宽度，应该是短刃，是凶手留下来的。不会错。上面有血迹。凶手为什么会随身携带一把带血的刀刃啊？是不是人血？是猪血。你确定？我曾经研究过人血、猪血、牛血，还有鸡鸭狗羊。凝固之后各有细微不同，我确定这是猪血。猪血，嗯，到底是所以凶手是一个杀猪的女人，住在附近，身高和我类似，加上之前掌握的线索，立刻去查。是。怎么，你怕了？不，我现在就一个字，
服了，两个字一个字都行。要什么肉？猪心。卖完了。走开，莫要挡我做生意。现在无人买肉，介不介意我讲个故事？这个故事就是啊，从前有一位姑娘，贤良淑德，可惜只是长得五大三粗，相貌平平，根本没人敢上门提亲。于是乎，这位姑娘的父亲便给她招了一个上门女婿。这个上门女婿好吃懒做，每天各种嫌弃这个姑娘。可这姑娘呢，一心一意，供她吃，供她穿。如此一来，反而就更加助长了那个女婿的气焰。他拿着姑娘所有的钱，找了一个相好。这个相好啊，哇，花容月貌，千娇百媚。他和这个姑娘根本就比不了。住口！别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最后这个女婿啊，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，带着这个相好远走高飞。姑娘的父亲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一命呜呼。不要再说了！姑娘伤心欲绝，生活更加陷入了困顿之中。她只好替人杀猪卖猪，一来呢，是为了养家糊口，这二来啊，就是因为杀猪能够宣泄自己心中悲愤的情绪。哦，还有，他会时不时的去捡一些药材，煎熬服下，以解自己的郁结之症。这心病啊，还需心药医。很明显，普通的中药根本治疗不了心症。这频繁的杀猪，只会增加这位姑娘的戾气，她的心啊，也慢慢变得扭曲了。对了，就是这个眼神。每当她看到穿红鞋、戴耳环的无辜妇女，她都压抑不住自己愤怒仇恨的心，所以用杀猪刀杀了他们。这还不够，没隔几天他又故技重施，又残害了一条无辜的性命。故事很精彩啊。可以啊，心理素质还挺硬。徐锦娘，他们的鞋你穿的还合适吗？他们的耳环你戴上，依旧平平无奇。我要杀了你。抓起来！是。老实点。徐锦娘，你连杀两条人命，罪大恶极，还不束手就擒？我没错，他们都是狐狸精，都该死！
他们不配穿红鞋，不配戴耳环。我杀他们，天经地义。杀人偿命，才是天经地义。我家相公原本是个老实本分的男人，入赘进我家后，起初他并没有嫌弃我的容貌和身材，我们一起操持着一个小食摊，生活富足又快乐。相公，好吃吗？真好吃。来，娘子你也吃。娘子辛苦了。真美。可是几个月后他变了，他各种嫌弃我。菜难吃也就算了，还每天面对你这张丑脸，真他妈倒胃口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息怒。你想烫死我啊？你瞧瞧你，现在哪还有一点女人样？水桶腰大饼脸，我要不是醉血，早就把你给休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在外面有了一个相好的，没想到他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财，带着那个相好的远走高飞。相公别走。相公放手。相公跟你说了放手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不要走。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都怪那个狐狸精，如果不是他，我相公不会对我变心，也不会抛弃我的。红色绣花鞋，银耳环，他们统统都是坏女人，都该死。薛金娘，有没有想过是自己的问题？带走。沈君逸，我诅咒你，你将会和我一样，一样得不到男人的真心。走。君逸，别听他瞎说，他有病啊。那走吧。回来啦。娘，我先回去换衣服。那个沈夫人，我也先走了。哎，急什么呀？小白呀，你来我们沈府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觉得这沈家怎么样啊？好啊，非常好，是信州人人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你这孩子竟说实话。这沈家虽好，终归还是缺了个男主人。那沈夫人的意思是，你觉得九叔怎么样啊？这个九叔啊，九叔，九叔成熟稳重，知暖知热，是个可靠的男人。我去，原来他和九叔早就勾搭上了。我现在就是担心君逸，他一向有主见，性子刚烈，我怕他会反对这件事。那沈夫人打算怎么办呢？你帮我劝劝他。我帮你？君逸现在对你
甚是倾尽性来，你肯定能劝动他。可是我……这是100两，事成之后另有重谢。就这样了，我先走了，先走了。哎，沈夫人，沈夫人，沈夫人，那个我真的还想多活个几年。你和九叔真的是绝配，巨可。小白，来得正好。干嘛干嘛干嘛？来，干什么？把这个转交给君夜。什么东西？你们是不是想玩死我？我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随便。坏消息是你入职京城神捕司被驳回了。怎么没反应？继续说。好消息是你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。完了，要抱走了，要抱走了。谢谢。嗯，谢谢。九哥，君夜的脾气，你是知道的。如果他不点头，谁都进不了沈家。你放心，为了你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的。九哥，夏梅，君夜。你在家呀？我今日轮休。九叔没告诉你吗？他今天休息。坐。九叔。哎。今年贵庚啊？啊，40，3。打算孤独终老啊？没有啊。那便是要娶妻。哎，是。如何娶？有钱吗？有房吗？有家业吗？还有前途吗？君夜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过分了。九叔，我过分吗？你还想要娶亲吗？君夜，九叔是年纪大了，没钱没房，也没多大本事。但是我有一颗真心啊，我会全心全意的照顾他，爱护他，我能让他幸福，我会让他开开心心的过完下半辈子的。
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娘？什么？啊？下个月初七是个好日子，就定那天吧。君夜，还有什么事？没事。九叔呀，你要完蛋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以为这里是沈家，你就可以对我为所欲为。我会让你负责的。放心，我负责。那来吧。哦，轻点啊。我不要去你房间啊！不去啊！疼！九哥。嗯，你咋那么香呢？九哥，让别人看到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小姐把小白拖出府了。九哥，那该怎么办啊？要不你去救救小白吧？哎，不要慌。哎呀，这小白呀，皮厚，你让君夜发泄一下。气儿不就消了吗？是吧？对对对。到时候他俩的事儿不也能成了？九哥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行了，喝多了。给我。我给你什么？喝多了。你敢和我作对？我连你都敢喜欢，我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哎，我知道。就算是我知道九叔即将成为继父，我会更难过。我不难过，我娘能找到好归宿，我替她开心。真心话？真心话。就算是九叔也无所谓。九叔不好吗？好啊，很好啊。和你娘绝配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和你也是绝配。我知道，你也喜欢我。
老哥，大哥，我新做了一道菜，请你尝尝鲜。我什么也没看到，什么也没看到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呵呵哭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一直都想去京城，我要去神捕司。你是因为被神捕司拒绝，所以才难过的。你说他们不要我，是因为我不够资格吗？当然不是啊，以你的能力进神捕司绰绰有余。你呢，就像一颗珍珠，只是被暂时蒙尘而已。你不必安慰我了，我知道，我除了武功根本就一无是处。当然不是了，你放弃养尊处优的大小姐生活，拼死激荡，冒险取证，这份执着与热情的心，谁人可比？那这样，以后我动脑，你动手，咱俩双剑合璧。神捕司的那些渣渣都得靠边站。小白，谢谢你。怎么谢？亲上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，真服了。陆小白，干嘛？我要去京城，我要去神捕司，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。哎，沈君夜，神捕司已经把你拒绝了好吧？我不会放弃的。我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，傻女人。陆亚白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打扮成这样，我哪知道你是谁？呀，不认识。嘿，混蛋！嘿，你可认识我手中的利刃？你拿着这把刀，我也不认识。去这奥特里，我乃新州城第一杀手。哦，陆小白，你死定了！呀，哎，沈月，你醒醒醒醒，你再不醒，我们都完了。跑吧，你杀我可以，但你不能动他。别说我，你们没资格和我谈条件。你们两个今天晚上都得死是吧？对了，就算你杀了我，也碰不了他一根汗毛。我去，你去。
这都这么晚了，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哼！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呀，以我对君夜和小白的了解，啊，此时他们正在经历他们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。年轻人嘛，血气方刚，一旦燃起那爱的火苗，那便一发不可收拾。你快出去，把他们给我找回来，不然我收拾你。是。哎呀，谁让你来杀我的？不告诉你，是青龙帮帮主。青龙帮？现在快去死了！你还有什么遗言？他们给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。不要，我是有原则的人。再等等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一次性说完，泛泛死于话多，知道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，我在寻找生命的意义。啊？不懂了吧？啊！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来，坐。来，坐。青龙帮雇你杀我，那也就是说，我的生命是不是和钱挂了钩？啊，好比他们花50两雇你杀我，我现在20岁，那是不是50两就等于我的20岁？是啊。那我现在给你2倍的价格，也就是100两，我是不是就可以活到60岁？没错啊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要你的钱，我有我的原则。不对，你看你还是没明白。我给你捋一下，你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杀了我？是啊。那过程是不是不重要？你最后把我杀了，你就可以坚守自己的原则。没错啊。所以呢，我给你这钱的意思不是为了让你放了我，而是让你把我杀了。你看啊，50两是不是等于我的20年？我再给你加100两，是不是刚好就是60年？神不神奇？对吧？所以啊，你拿好这100两，等到我60岁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，来这里把我杀了。我读书少，你可别。骗我啊！哎呀，我不骗你。记得，40年后的今天，你要坚守你的原则，来这里把我杀了。好。哎，等。啊，这边。谢谢啊。这好。喂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你忽悠他的时候。我只是在跟他讲生命的意义。你醒了你不告诉我，你也不帮我一下，你回家。我威名赫赫的青龙帮是被你瓦解的？那是当然，当年我孤身深入虎穴，收集他们的罪证，可谓智勇无双。不害臊。哼。陆小白，这是你的卖身契。现在你可以随时离开神府了。
神斧，你很开心是不是？当然了，这是我努力得来的回报。你干嘛？我反悔了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你们女人怎么说变就变？对啊，我就是看心情。但是我是舍不得离开你的。陆小白，亮亮亮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，卖身契，哥自由了。哥自由了，哥自由了。阿宝拉着我，你笑什么？武器啊！笑什么笑你？怎么着？再笑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跟你走。大人，君夜。上次被你打伤逃走的那只蝴蝶有消息了吗？没有任何关于他的消息。一定要尽快将死人缉拿归案，否则有更多无辜的人被害的。放心吧大人，我不会让他逍遥法外的，只要他出现一定将他缉拿归案。对了，刑部发来了一份公函，让我们秘密寻找一个人。寻人？你看看。嫌疑男子年方二十，长于江南，身世不详，左侧肩膀有红色胎记，密寻，若发现此人不得擅动，即刻上报。大人，这份公文有些奇怪啊。想来是涉及朝廷机密，隐匿了其他信息。年方二十，长于江南，身世不详。年方二十，长于江南，身世不详。小白，吓死我了！我要看你身子啊！君爷，我陆小白绝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。去你房间还是我房间？练功房。哦。原来你喜欢这种调调。啊，我能不能先洗个澡啊？进去。我来了。你干嘛？脱衣服呀。脱你自己衣服。自己脱自己的剁不了。少废话。哎，行行行。你又干嘛？脱裤子呀。哎呀，裤子不用脱。不用脱。方便吗？快点。哦。哎，你转过去。转。哦，你放心，我后面也一样健硕。哎，别动。怎么了？你肩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小时候被火烧的，留下的伤疤。现在还疼吗？不疼。痒。你说你这看也看了，摸也摸了，是不是我们该礼尚往来一下？要不我帮你啊？啊，女人心海底针。沈夫人。哎，
小白，你来啦。呀，这怎么又伤了？是不是叶儿下的手啊？哦，不不不，我自己撞到柱子上了。打是亲，骂是爱，看得出君爷很喜欢你。嗯，没错，我也很喜欢他。既然你们两情相悦，那就把婚事定下来吧。沈家大门大户的，我只是……我看中的是人。我很穷、啊、不要彩礼。我工作也不稳定、啊、帮你安排。我家房子很破，住沈家。嗯，你还真是通情达理。住沈家？对呀、啊，你入赘沈家呀。啊？给你满上。哎呀，你呀，这叫婚前恐惧症。谁恐惧了？别装了啊！谁不知道你啊要入赘沈家呀？谁说的？整个信州城都在传。我去，沈夫人是你的九叔亲随啊，太阴险了。娘，叫我什么事儿？燕儿，坐。燕儿啊，娘已经替你和小白定下婚期了。娘，我还想去京城，我还想去。叶儿，娘知道你有志向，可娘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就不能安安心心陪在娘身边吗？哎呀，这是谣言，这绝对是谣言。哎，不瞒你说呀，其实我呀和你一样，啊，也是个上门女婿。哦，失敬失敬。哎，赘婿苦哦。千金易得，家婿难求。小白这孩子多好啊！他哪儿好了？整天吊儿郎当，油嘴滑舌的。小白这孩子，有的时候啊，确实不着调。但他做起事情来，那股劲儿，你我可都看在眼里呢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嫁给他。哎，像我累死累活操持着酒楼，哎，挣来的银子，哎，还不能随便花。都让那败家娘们给霍霍了，什么胭脂啊啊，首饰、绸缎，哎呦，对了，还要应援那些什么狗屁的装逼才子，哎呀，这是痛杀我也呀、啊！哎呀，娘知道，你想嫁的是那种文质彬彬、有学识、有涵养的人，可小白也不赖呀，有才干，有担当。关键是，叶儿不是也喜欢他的吗？叶儿，叶儿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我，哎。哎，叔，啊，沈娘来了。哟，卢老弟，欢迎你成为赘婿的一员。去去去。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我以后应该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吧？我要杀了你！
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。我病了。你病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浑身难受。可能。走，我带你。君夜，你真的愿意嫁给我吗？走了，我带你看大夫。我病了，让我靠一靠。那就先靠一会儿吧。嗯。哎呀，你靠了好久啊。再靠一会儿。你太重了。嗯。就靠一会儿。我不。一会儿让你靠。哎呀。江大人，听说你要去泰州。最近泰州接连发生了几起诡异命案，府村大人命我前往泰州协助调查。哦，大人，那我陪你去。君夜，嗯，你和小白成亲在即，还是把心思放在婚礼上吧。此案我一人前去即可。可是我就这么定了吗？君夜，我祝你和小白永结同心，白头偕老。谢谢大人。反正我很大方，你真的不用这样。如果你决定了要自由，就不要再勉强，反正爱不都这样。你一懂我的大方，没什么不能原谅，这个世界少了谁都一样。要吗？嗯，不要。这个是。哎，小姐，这个多少？这个两文钱一个。我粉色的我不喜欢。哎，小姐，你等等我。哎，小姐，你别买了，我拿不动了。哎呀，最后一件，最后一件了。你倒是开心了，为什么受苦受累的是我？姑娘，买一个吧。哇，我的钱袋。敢在我眼皮底下作案，找死！哎，小姐，抓小偷！让开！让开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让开！别叫了，别叫了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小姐出事了！就这，小姐就是在这里出事的。九叔，哎，你带人分头找找，看看有没有歹徒留下的线索或踪迹。好，我们走。好，走。我跟你们一起去。百里香，独门秘药，遇水则溶，遇酒则变。你是谁？这是哪里？不记得我了吗？
你是那只蝴蝶。没错，上次被你打伤之后啊，人家可歇了好久呢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想要亲近你了。貌美俊俏的男子我喜欢，像你这样集美貌刚柔于一身、英姿不凡的女子我更喜欢。真得劲儿，瞧这小模样，好喜欢。等等，好香啊，老王，没想到这里面也这么香滑迷人，想想就兴奋。哟，又来一个送上门的。见不到你了。不会的，我马上就赶来了。小白。哎，小白。叫我什么小白？叫我夫君。对不起啊，我以后不会离开你了。怎么了？
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这简直是仙女下凡，色比西施啊！哎呀，这要说是信州城第一美女，一点都不为过呀！过了，过了。三姑啊，你上次可不是那么说的。你这小丫头片子，你懂什么呀？哎，我说香儿，你也老大不小了吧？改明儿三姑给你介绍个好人家。我才不嫁人呢，我可是一直要跟着小姐的。啊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老大，不好了，姑爷又不见了，两次了哟。哎呀！啊！哎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没事吧？老夫人，陆小白，如果你敢抛弃我，我就让你做不成男人。老大，陆小白今天早上坐马车出城了。